Hello， 我是江江，今天来游玩这个睡觉模拟器。它其实是这个主人公，这个胖叔他睡着了，然后有不同的情境。那这个游戏呢，有一些解谜的要素在里面，要想办法唤醒他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先从第一关开始吧。他一开始出来的时候会出现在这个像是餐厅吧，然后哎呦。东西可以拿这是放音乐的东西对，放音乐的，然后它可以一直吃东西，不晓得有什么特别的效用啊。最佳的工作，最佳的员工 ，OK， 然后我们就先从第一关开始吧。第一关是这个小火车这里啊。OK， 一开始出现在一个荒芜的火车上面，然后想办法逃离这个火车。OK， 他要先点击这个开关，吧，对不对？你看哪边啊？后面有梯子哎。这是西部牛仔音乐哦。噔噔噔，跑过去，冲啊！其实他应该自杀就可以醒来了吧？喂，是不是啊？那这样子要等另外一台火车过来，对，这样他才可以醒来啊！噔噔噔噔，其实他一开始的章节是从高楼跳下来啊。但因为没有录到声音，所以我们就直接重新开始录了。我好可怜啊，这一关好像是电锯吧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干嘛的呢？这个是电锯什么东西？他要先把这个拖曳到这个门口，把它推过去看看哦。过来点。过来，然后放开，把它跳上去。上来了。这边有个螺丝起子，这可以旋转，你看，蛮有趣的。试试看。打开了，像小朋友玩的那种积木游戏。过关了。然后现在要爬过去哦。所以他要想办法醒来的话，要怎么办啊？这是干嘛的？他会压下去，然后所以我们要有可能要丢这个东西，是不是？不用啊，我想看，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丢进去，掉了。我觉得是要给他压打到那个东西，然后被压死吧。怎么又掉了呢？这也太远了吧，这要怎么接啊？配合一下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啊，准备好。被压扁是蛮好玩的。太好了，我们来玩第三关。第三关是什么？第三关是第五关啊。第三关是这个吧，对不对？飞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飞碟。这关飞碟，是要这可以转圈的。这飞碟可以干嘛啊？这按钮可以干嘛？发电椅吗？是啊，我去晃晃。这个洞这边通往到哪边的？我们跳上去看看。这边是个发电机嘛，对不对？发电机，
发电机，所以我要先把这个，上不去，上不去，居然可以，居然可以，它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先把它推下去啊。等一下哈，这样子我把这个，它这个是要爬上去用的。那我先把这个按起来，发电一下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等一下。所以我如果要把三个叠在一起的话，它要怎么弄？哦，有可能我要先把这个推到这个斜坡。OK， 然后我再把这个小的。拖过去，停停停停，推到这里。OK， 我们再把这个拉上去。Oh yeah！ 不要掉下来，不要掉下来，进去一点。OK， 我们再把它推到这个高台那个地方。我等一下掉下去我就囧了。来，再来，不要掉，不要掉。它掉了啦，我嘞，这样怎么上去啦？这样我要重来一次了。上去，给我上去，给我上去。上去啊！好，停！接下来我放这个小砖块。OK， 放上去。推啊推，不用力的推。太好了太好了，好，准备了。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我想看，再过来一点点好了。进去一点。OK， 太好，我上去。上来，上来，睡哦。哇吼！哇，一路黄黄的电线啊！这是胶带吧，黄色的胶带。这里过不去了，那走这里咯。这下应该就可以了吧。所以要坐这个太空船哦，这是太空船的动力啊。要这是加速的吗？上下给我冲啊！然后这个是干嘛的？左右。下。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！这里是干嘛的？这里没有东西啊。这个太空船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开那么快？哇，不会吧？他是要找一个星球，然后撞过去吗？啊，这里，冲啊！原来是要找星球啊，奇怪，可是这样子没有撞到，往上，冲啊！下来，冲啊！要调整好角度啊！不是，是这里，冲啊，冲啊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，还背那么久，
快！别那么慢，要自杀还是有点困难的。咻！终于快到了，快到了，我再加速一点。终于啊，终于啊，开始损血了。是哟，这样子就过关了啊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第四关是什么？哦，小金人啊！对，一开始小金人出现在这里，哦，这里应该过不去吧？我觉得。哇，这是在一个地底下面的宝藏窟。哎，这个宝箱可以干嘛呢？拖着走，不能走。等一下，这边有一个地板，可以踩吧？哦，对面出现两个，那我可能需要一个宝箱。哎，跟着我走啊，跟着我走。推着他走就好了。哎，然后再站上去。耶，这样就打开了。太好，我们现在再过。我觉得这宝箱应该还有用处，我先带进去。OK。哎，放着。OK。啊，上面有个 Y， 那个 Y 是什么？这应该是弹弓吧，我觉得。哎，还边跑可以边跳。哦，上来。这是弹弓来干嘛？哎，可以看到我的肚子好大啊。两个红色的脚丫。哦，上面有钥匙啊，这样没有打到，空哦，中，我们应该还可以把它开我的宝箱啊，开啊，这个丢了，哦，这个骷髅头有点可怕，放这里，可以耶，不要滚，放着，不要走。我赶快开！哦耶！等一下，那是个开关吗？对，那是开关哎。我用这个弹弓来打一下。哇吼！耶！这应该没有怪物可以打吧？钥匙，给我开门哦！耶！哦，不会吧？哦，它是定时的。哎，这个石头刚好派上用场。跳过去！哇！这个好长啊！感觉要跳很多次了，可是这样子怎么弄啊？下面有石头啊，这石头，我觉得这个应该丢不上去吧？这个楼梯应该可以爬吧？可以耶，是哟，我们就直接放这里，压住它就对了，跳，哎。哦吼吼，过头了，失误了。我们再一次，这次不会再失误了，冲啊！喂，好危险！嘿，我没有跳啦，失误第二次了 ，NG。
嘿，哦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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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吓死我了！这应该过不去吧？这很远呢，走这里好了，这样比较安全一点。欸欸，我跳过头了啦！这样好了，我来换摇杆，摇杆应该比较顺手，我觉得。欸，摇杆太灵敏了，停停停停停！吓死我了，所以要 NG 了，这样不好吧？他会爬啊，会爬就好办啊，对不对？耶，这是终于获得我的宝物啦，哈哈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看，哦，碎，哦 ，My God！马上惊醒了，OK， 我们第四关终于结束了。然后第五关，第五关是什么？科学怪人啊！好 ，OK， 第五关科学怪人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先把这个把电给它插起来。马上喷电了！欸，对了，这样才对。然后我们要进到后门，后门好像有一个，应该是充电器吧？哇，它跑好快哦！终于到了，终于到了。雷电交加的呢，点它一下，已经开啦、啊，啊，上面好像有开关，我再去看一下，这里啊，红色的这个开关，哦，哦，已经有声音了，它复活了。我来了，过来陪我玩。哦哦哦，胆好大啊，好大只啊！哦哦，要过来，要过来！啊！又清醒了，有东西可以吃吗？又有哎，吃吃吃吃吃吃吃。哦，肚子变大了，这样走路还蛮有喜感的。我们先看一下第六关啊，第六关是什么？这关不是那个，这个是按摩器吧？按摩头部的嘛？这是干嘛用的、啊？乒乓球吗？这黑黑是什么？去啊！哦，所以它是可以传送的吗？哦，它可以传送过来的。咻！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上跟下。哦吼！然后呢？试试看。哦，撞到东西了。马上清醒。Cool。